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水源站，水源是京畿道的那个道府，相当于中国的那个省会，人口大约100万左右。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源站这附近。水源站是那个在水源来说是最繁华的地方。那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哈周边环境。那边显示那个三个白字是水源站。我现在站在是水源站前面的那个立交桥上。你看繁华。现在车水马龙。挺繁华的。完了，我就是带你们下去转一转啊。这块有很多中国的商铺，中国食品店，看到了吗？中国食品店，麻辣烫现在还营业呢，现在9点多了。麻辣烫，还有几个顾客。麻辣火锅。这是新装修的饭店，吃完再说串。这边又有那个麻辣烫。据说是这个，这条街以后呢改造成那个唐人街。这块是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生活。又有一家中国店，饭店，旅行社。那个地方是红灯区，那边，要是你在那边经过的话，那帮穿的很暴露的那个小姐，招揽你，就是哥哥来玩玩吧，就是，他们现在跟着明码标价，4万，写的是4万。这个地方，这个也在水源站，这边水源站，完了我再带你们去看看那个步行街，有很多人。刚才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，红灯区。到礼拜天、礼拜六，就是有很多外国人。这边也是礼拜天、礼拜六，有很多人。现在今天是星期二，所以人比较少一点。深夜有很多人喝酒了，又打仗的。也是步行街的中间。这好漂亮吧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来韩国，串门来啊！来韩国来旅游，长长见识。